1.8米3的运动员到体育台集合，运动员现在不要练球，等一下给你们安排练球时间。抽完签以后，每人有5分钟的练球时间。不要练球，不要练球，先到区域台前集合。到区域台前集合。请运动员抓紧时间到区域台集合。1.8米3的运动员，抓紧时间到体育台集合。我们这一轮还是重新抽签，胜部选手和胜部选手抽，败部选手抽。然后抽完签以后，运动员尽量就不要离开赛场了，有特殊情况的啊，要在工作人员陪同下去洗手间。然后暂停的时候也是同样，不要与外界有任何的沟通啊，我们主要是为了避嫌啊，我们现在。每轮重新抽签这个举措呢，就是为了避免运动员参与打假球。那么我们每个运动员呢，都尽量去避嫌，不要去跟别人沟通啊，以免有嫌疑。还有移动设备，除了手机以外，所有电子设备啊，能够这个沟通的与外界沟通的任何通讯工具啊，全部都要调出来。告诉门口1点半啊，1点半把门关上，1点半不到的就弃权了啊。我们现在开始抽签，首先抽的是胜负晋级的选手，我们运动员选一个代表上台来洗一下签啊。运动员代表有没有自愿上台来洗一下签的？没有我就点名啊。胖如果你来。洗一下签，代表运动员把这个签洗一下啊。好，现在开始抽签，郑宇国，62号。
刘俊言，61号，刘一奇，58号，戴勇，60号，王小倩，59号，张子豪，60号，雷伟民，64号，石汉清，61号，陈双友，63号，梁诗雨，59号，单宏宇，64号，杨帆，62号，王帆，58号，史天奇，57号，裴华相，63号，楚炳杰，57号。好，下面是外国晋级的选手抽签，还是来一个运动员的代表来洗一下签。刘鑫，你来吧。好，现在开始，刘文熙，47号，罗俊杰，47号，于海涛，46号，白哥，44号，郝天，42号，张东旭，45号，邱胖谋，48号，李克，45号，朱龙，48号，王大双，43号，西守金，44号，雷一伟，41号。刘鑫，41号，申重阳，43号，刁伟，42号，帕如克埃尔肯，46号。好，下面公布一下运动员的比赛场地。1号台，陈双友，裴华夏，
二号台郝天刁伟，三号台刘俊岩石汉清，四号台史天琪涂炳杰，五号台王大双申重阳，六号台白哥西守新，七号台于海涛帕如克艾尔肯，八号台张东旭李克，九号台戴勇张子豪，十号台邱炮谋朱龙，十一号台刘文熙国俊杰，十二号台雷伟林单宏宇，十三号台刘义奇王潘，十四号台王小倩梁时宇，十五号台雷义伟刘鑫， TV 台郑宇博杨帆。请以上运动员抓紧时间进入比赛场地点动，每名选手有五分钟的练球时间。每人五分钟练球时间，大家抓紧时间。主播支好那个直播设备以后，马上离场。运动员，现在啊，从现在开始不要与任何人有交流啊。Thank you.
欢迎大家来到松柏集团巨剑城乔氏杯2021中式台球大师赛分站赛南宁站的比赛现场。接下来进行的是本次比赛第三阶段双败第二轮的比赛。下面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及运动员。一号台裁判员王忠尧，运动员陈双友、裴华夏。二号台裁判员顾中轩，运动员郝天、刁伟。三号台裁判员韩新瑞，运动员刘俊岩、石汉清。四号台裁判员张星星，运动员史天奇、楚炳杰。五号台裁判员郭强，运动员王大双、申重阳。六号台裁判员侯云博，运动员白鸽、戚守新。七号台裁判员何秀红，运动员于海涛、帕尔克埃尔肯。八号台裁判员尹航，运动员张东旭、李克。九号台裁判员魏思，运动员戴勇、张子豪。十号台裁判员李雨红，运动员邱炮谋、朱龙。十一号台裁判员杨粉，运动员刘文熙、博俊杰。十二号台裁判员贾舒淇，运动员雷伟民、单宏宇。十三号台裁判员刘法红，运动员刘一奇、王攀。十四号台裁判员温龙，运动员王小倩、梁石瑜。十五号台裁判员龙飞，运动员雷一伟、刘鑫。TV 台裁判员傅依然，记录裁判员秦一、苏健，运动员郑宇博、杨帆。现在比赛开始。